虽然我花了一辈子照顾丛林百姓的生活，但今日该有所改变了。我决定在退位后由新国王接掌大权。什么？新国王？好国王应该要会跳舞和唱歌，我们超想姐妹让他们瞧瞧。一起发大财！<笑>我们需要有人跟王子打对台，就算是只奔驴也可以。什么？驴子？ 驴子洗衣工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叫做曼谷，叫曼谷，外号洗衣机。菲娜小姐，我不适合当国王，我只是一只微不足道的驴子洗衣工。菲娜小姐。 我准备好扛起这个国家的重担了。如果连马戏团都不要他们，我们可以卖他们的毛皮，或是可以把他们卖去做动物实验。<笑>曼谷，我们不该让你当上国王的。 这真是个天大的错误！是时候该当个有担当的好国王了。